你怎么把我带你家里来了？怎么？你害怕了？没害怕。冷静点。要不你把鞋换一下呢？接着换。嗯。行。哎。关灯干嘛呀？我看看你这有没有监控啥的。那你看到红点了？我看见那个红点。那个是电视。那我上厕所。嗯，去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也想上厕所。哦，那你去吧。嗯。你去吧。突然有点不想去咋的了？了。嗯，你害怕我吗？不害怕。真不怕吗？真的不怕吗？